我叫田刚，我是ANCA中国分公司的服务部主管。客户服务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客户遇到设备问题的第一时间，我们提供快速的一个响应给客户，然后呢，告诉客户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处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安排服务工程师到现场去检查设备的问题。我是李俊运，我是ANCA中国的服务部经理。ANCA是提供给客户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集成服务，安装包括后续的一个保内保外的一个整个备件的一个集成。首先第一点，我要理解客户的需要，他的需求，我们这个是我们第一首先要做到的。第二点的话，我们要提供比较专业还有中肯的一个技术支持。第三点，我们要保持良好的交流，还有这个合作的延续性。首先我会告诉客户，就是遇到设备问题的时候，怎么联系我们，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的一个平台，给客户提供服务。之后我们会告诉客户，在客户遇到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文件给我们来做设备的故障的初步的诊断。如果有需要的话，当然我们会通过安排服务工程师到现场的方式来检查和处理对应的设备问题。我们目前的服务工程师团队，我们有13个工程师，其中在广东区域，也就是华南区域，我们有4名常驻的服务工程师在那边，然后在江苏区域我们也有4名工程师，其余的工程师分布在全国的其他区域。我们通常在客户接到客户的报修电话的第一时间，在了解完设备故障之后，我们会对就是针对的客户所在的区域的工程师联系，然后让工程师来跟客户联系，是不是可以安排现场服务来解决设备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很及时的响应给客户。对于已经出了保修期设备，如果已经出了保修期的客户呢，那么工程师从就近区域去客户，这样的话对客户来说服务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客户对于目前来讲，客户对于ANCA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的区域划分，我们得到的反馈都是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那客户来到这边会看到一个全新的ANCA中国的办公地址，然后我们全新的一个设备展厅，也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ANCA最新发布的 TX Linear 机床在这边。然后呢，客户也将会看到我们整个ANCA中国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布局，以及我们备件仓库的规模。这样呢，客户会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希望客户能够感受到，ANCA是在很用心的经营中国市场，我们也会尽力做我们最好的努力，去给客户提供更加的服务体验。